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晚安，很开心我们今天一起来到线上，一起来参与在这个祷告会当中。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在这个疫情当中，让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家。另外今天这个祷告会非常的特别，因为它是五旬节前的祷告会，门徒初代教会门徒在这个时候同行和聚集在马可楼一起祷告的时候，预备等候圣灵的降临。那我们像初代教会的门徒一样，要来领受主所应许的，在末的日子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来开口来祷告，我们开口为着我们的家来祷告，开口为着我们小组来祷告，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请来。哈利路亚，希拉巴拉巴拉的哈利亚巴拉巴西格拉巴西格雷。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要宣告主，这是在末后的日子，我们宣告主，你的灵要来浇灌凡有血气的。主啊，主啊，你是你的儿女，主啊，你的百姓能够说预言，主啊，能够主啊看异象，能够做异梦。主啊，在这个幕后的时候参与在属灵的大收割当中，求主的圣灵现在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充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充满每个人的家庭，充满每一个聚会的现场。哈利路亚，我要将我的灵一起来宣告，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浇灌我的安息，浇灌凡有血气的。大声宣告，儿女们啊，你们要说一些，少年人啊，你要接一些，老年人啊，做一梦，主与灵浇灌你们。儿女们啊，你们要说一些，少年人啊，你要见一见。老年人啊，你们要做一梦，主与灵浇灌你们。圣灵，圣灵，欢迎他，圣灵。宣告主的应许，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浇灌我的百姓。宣告主要浇灌，浇灌凡有血气的。一起大声来宣告，儿女们啊，你们要说预言。少年人啊，你要见一生；老年人啊，你们要做一梦。主与灵浇灌你们，儿女们啊，你们要说预言。少年人啊，你要见一生；老年人啊，你们要做一梦。主与灵浇灌你们，生命。
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开声的方言来祷告，让主的灵现在来充满我们。我们一起开声的祷告起来，用方言来祷告，用悟性来祷告，宣告主的灵现在来充满在这地。儿女们啊，你们要说预言；少年人啊，你要结异乡；老年人啊，你们要做异梦。主的灵浇灌你们。儿女们啊，你们要说预言；少年人啊，你要结异乡；老年人啊，你们要做异梦。主的灵浇灌你们。欢迎来祷告，一起来祷告，更多的欢迎圣灵的能力先来充满在这里，拉巴提格雷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家，洁净我们的心思念，拉巴提格雷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家，洁净我们的心思念，拉巴提格雷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家，用姐妹在疫情当中转向我们的神，转向上帝的应许，他是伟大的神，他是医治的神，他是赐下应许保护我们的神，医治的神，哈利路亚。从水中经过，你必与我同在；从火中经过，你必遮盖着我。双手，你双手医治，你是心拯救，大有能力的主。赦免罪孽，医治一切疾病，赐下应许，叫我们的痊愈。你战胜死亡，你践踏仇敌，你掌权在天地。请宣告，伟大的神，能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风浪之中保守我们，困难中我依靠的神，奇妙的神，奇妙的神，不住高墙敬拜我神，相信你要医治我们，呼求你来拯救我们，一起拍掌。宣告耶稣基督在台湾作王，在我们家中作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一起来赞美他。你神动心我，医治一切疾病，你赐下应许，叫我们的痊愈。战胜，你战胜死亡，你践踏仇敌，你掌权在天地。高举的手说。伟大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风浪之中保守我们，困难中我依靠的神，奇妙的神，不住高唱敬拜我神。你要医治我们，呼求你来拯救我们，一起来呼求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伟大的神，奇妙的神，高举的手说。我们的神，我们的神，
万物的神，风浪之中保守我们，困难中我依靠的神，奇妙的神，不惧高墙敬拜我神，相信你要医治我们，呼求你来拯救我们。我们来宣告，台湾来高举耶稣，来呼求耶稣的救恩临到我们。是的，我们赞美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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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宣告，主的医治能力要临到台湾，主你大能的宝血要来遮盖覆庇保守台湾，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欢迎你，主啊，我们宣告，主啊，圣灵你带来医治，圣灵你带来能力，圣灵你带来盼望，圣灵带来信心，叫神的百姓转向你，叫台湾的百姓因着圣灵的充满认识你。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开始来为着自己来祷告，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每一天都要被神的灵所充满，每一天要被主的话语所充满，我们一起来等候欢迎他。主啊，我们等候你，等候你圣灵充满，主啊，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圣灵，欢迎你圣灵运行，主啊，我们渴慕你，渴慕你，渴慕你圣灵触摸，主啊，我们呼求你，倾倒圣灵在这地，圣灵的大风向我们吹来，欢迎你同在，充满我们，圣灵的烈火来燃烧我们，释放你大能，救赎圣灵，哦，圣灵，再一次充满我们，恳求你降下恩雨，浇灌我们干渴心灵。不讲，圣灵，哦，圣。我们去开始圣灵的大风宣告向我们吹来，欢迎你同在，充满我们，圣灵的烈火来燃烧我们，释放你大能，就复兴我神灵，哦，神灵，再一次充满我们，恳求你
心这里。我们开诚方言来祷告，开口来祷告，呼求圣灵，主啊，你现在来充满我们，再一次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地图，怜悯了我们的国家，怜悯你的教会，怜悯台湾的百姓。主啊，求你医治，赐下能力在我们的当中，求你使我们回转，主啊，使我们归向你，圣灵啊，现在来充满更新我们，医治这地，呼求圣灵，圣灵，哦，圣灵，再一次充满我们，恳求你降下恩雨，浇灌我们干渴心灵，圣灵，哦，圣灵，再一次充满我们，恳求你降下怜悯，点起我们复兴这地，恳求你，恳求你降下怜悯，怜起我们复兴这地。我们为了台湾来呼求主，主啊，是的，爸爸。姐妹，我们来承认耶稣就是全地的王。今天耶稣要来对我们说：孩子啊，定睛，定睛，转向神，神要在台湾做新事。今天我们举起我们圣洁的手，我们来祷告。我看见神今天晚上要来鼓励我们。今天神要来对我们说：孩子啊，你们的心要与神连结。Amen。你们每一位肢体，在耶稣基督里的肢体，彼此要合而为一。Amen。 你们要手牵着手，一起举起这圣洁的手。Amen。 当你们的心连结于神，当你们的心连结于肢体的时候，神的恩雨就要浇灌下来。Amen。 众人的祷告如同一人一样。Amen。 神要在台湾做新事。Amen。 好不好，我们举起我们圣洁的手，我们一起为着台湾全地来祷告。Amen。 今天晚上神要来做新事。哈利路亚，我们开口同时的来祷告。哈利路亚，耶拉巴斯，耶拉巴拉斯，克里耶拉耶拉巴。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耶稣啊，我们要来呼求你。主啊，我们要来欢迎你。主耶稣啊，台湾就是你的。主啊，台湾的百姓眼目要完全的连接，完全的跟随你，完全的注视在你的里面。主耶稣啊，帮助，主啊，来帮助你的众儿女。主啊，使我们的生命要转向连接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一切的依靠在于你。主啊，你以大能束腰，主啊，你赐下力量在我们的心里。主啊，世界虽有震动，但是主啊，你是那不震动的国，就制作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特别在今天，主，你要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好叫我们在这五旬节，主，我们等候你的降临，使我们领受天上的异象，我们在这世上就有那不震动的国临到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特别在观看直播的这些弟兄姐妹，现在把我们的心来交在神的手中。我感觉到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器皿，现在神要来洁净我们这个器皿，特别在这样特殊的节期，圣灵浇灌的节期，神的恩雨、圣灵的大能要来浇灌在凡有预备的器皿身上，我们就来领受。我相信在此刻，在此时，当我们用信心，当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我们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求神来接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成为那尊贵的器皿，我们就要成为那信心的器皿，我们是可以靠主得胜的。为着我们的心来祷告，今天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可以被神来炼净，
让我们的心要被圣灵大大的充满，开口同声的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啊，我们谢谢你，耶稣啊，我们要来赞美你。主啊，在现在，在此刻，主啊，我们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带到你的施恩座前。主啊，接近我们的心，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圣灵现在就来接近我们，靠着羔羊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接近我们每一个。主啊，来脱去在我们里面所有的恐惧，所有的惧怕。主啊，这一切的不安，这负面的思想，都从我们的里面要完全的洁净。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圣灵的恩雨现在就来浇灌。主啊，那凡有信心的，你加倍的来恩待。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圣灵的恩雨现在就浇灌下来。主啊，我们是靠你得胜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主啊，那不震动的国现在就来制作在你百姓的身上。主，我们来向你献上感恩，谢谢耶稣，赞美耶稣。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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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给耶稣，哈利路亚。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还在教会举行祷告会，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在空中与主相会，在线上祷告。虽然台湾的局势变化得非常的快，许多事都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能够明白的，但主却给我们很重要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主耶稣曾经说，只要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初代的教会也曾经遇过了各样的困境，被逼迫，后来他们不能到圣殿去敬拜去祷告，他们就留在家里面去祷告祷告神就不会因为这个距离或空间受限制，因为神是不受限制的上帝。今天我们也一起在连线祷告，线上祷告，期盼每个分区、每个小组、每个 RPG 的微小组一起祷告。今天我就要跟大家一起来祷告。在祷告之前呢，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让神的话来建立我们祷告的信心。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的经文是在雅各书五章十三到十八节，五章十三到十八节，我一起来攻读神的话。我读的时候，大家一起来读神的话，在雅各书第五章，新约雅各书第五章十三到十八节，这边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那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到无论是受苦的，或者是生病的，或者是犯罪的，都需要来祷告。这是上帝很特别记载在这雅各书的经文。不管我们今天遇到什么的困境，遇到生病的事，遇到恐慌的事，遇到困难的事，我们都要效法圣经给我们很重要的法则，就是要来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要来拯救，上帝要来医治，上帝要来释放，上帝要来给人有条路可以走，他已经给我们一条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我们要来祷告。那什么样的人祷告呢是大有功效的呢？什么祷告呢是蒙神垂听的呢？好，你看到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16到17节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祷告是有功效的，那个人叫做义人。跟我讲来，义人，义人祷告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义人祷告所发出的力量是有功效的。那到底谁是义人呢？你看到十七节出现一个人的名字叫做以利亚，以利亚呢就是义人。以利亚的祷告呢是蒙神垂听的祷告。你知道以利亚呢是在旧约的一位先知，他非常非常的活跃，他的信心是大的，他刚好活在一个非常困难艰难的时期。
国家以色列国遭到迫害，君王亚哈娶了外邦女子耶洗别为他的妻子，成为皇后，将外邦的偶像就这个引入到以国当中，沾染圣地，沾染神给的国家。所以你看到吗？这个以色列百姓呢，就心怀恶意，开始在拜以色列以外的上帝，他也拜了假神巴利，还有拜了女神以色拉在当中，到处也充满了假先知，还有异教的祭司，充满在以色列国。人民呢，一方面拜上帝耶和华上帝，一方面也心怀恶意，也拜这些假神，拜这些假神的庙在当中。所以你看到非常的复杂，非常混乱的时期就在当中。当然这个情况就影响到从灵界来影响到物质的世界。其实关键是因为他们去敬拜假神造成了很多的破口在当中。结果你知道吗？三年六个月就没有下雨下来，三年半就没有下雨水下来，所以造成了旱灾，造成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溪水就见底，农田无法灌溉，人民非常贫穷，没有食物可吃，然后疾病不断缠身，死亡不断逼近人心，所以人的心呢充满了恐惧跟害怕，就像今天的台湾一样，遇到疫情，本来是去年还 OK， 是在二级当中，忽然间在上个礼拜就进到第三级，甚至要到第四级，人心惶惶啊！有姐妹，我们不仅如此，看到这个不降雨已经一段日子了，看到这个水库呢都见底了，那农夫没有地方，没有雨水来灌溉，没有河水来灌溉，所以那个菜呀、或是那个果子呢，就掉下来，甚至那菜结得非常的不好，这个就是造成灾祸的一个原因。但是真正的这个根源是哪个地方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以利亚出现的时候，圣经说他是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那以利亚是谁呢？以利亚呢，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神，耶和华是我的神。有人说另外一个翻译是我的神是耶和华，我的神是耶和华。不管怎么样，他的名字就是他只认耶和华是他唯一的真神，耶和华就是以色列唯一的真神。他单单相信以利亚，单单相信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真神，他生命当中单单承认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他当然敬拜他，单单跟随他，单单信靠他，单单顺从他，单单听从耶和华是唯一独一的真神。我们的主耶稣爱我们的主也曾经这么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恶这个或者爱这个或者亲这个或是重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个叫心怀恶意或者脚踏两条船，这个都是错误的。特别我们要知道，原来这件事情神在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在这个灾难的时候呢，要专一的跟随神，单单的侍奉唯一的真神，就是耶稣基督，要专一，要专情，要专心来爱我们的神。主耶稣曾经被问过说主耶稣被一个律法师所问过，他说夫子，什么诫命是最重要的，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呢？耶稣马上又反过就讲出来你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一个最重要的诫命就是我们要全心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mind all your soul all your strength。圣经告诉哦，就是所有的全人啊，全心啊，全意来爱这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我们要对他是专一的、专情的，不能又拜这个又拜那个，爱这个又不爱那个。弟兄姐妹，这个都是很混乱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看到以利亚为什么被圣经记载下来呢？因为他是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他单单说耶和华是我的神，耶和华是我唯一的真神。如果我们今天祷告要有功效，第一个先检查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心怀恶意，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拜这个也 OK， 拜那个也 OK， 拜这个假的也 OK， 只要到处能够对我有祝福，我就去拜。
弟兄姐妹，我们记得要专一爱这个创造主，他是唯一的真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对他有个很重要的跟随，有个盟约在当中，好像夫妻一样，只能一夫一妻专心的爱这个耶稣。我相信这种祷告呢，才能够蒙神垂听。好，第二个呢，你看到为什么以利亚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呢？为什么以利亚祷告呢是蒙神垂听的？你看到十七节啊，讲到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一样什么性情的人？那个性情呢，其实是英文讲 mankind， 就什么呢？就是 human， 就是指说他是跟我们一样，都是人，我们都是一般人，都是普通人。所以你看到以利亚祷告为什么大有能力？很重要的，他说跟我们跟一样的性情人，但是这一样性情呢，他有祷告吗？他当然有祷告。所以祷告跟我们有没有不一样？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么圣经说他恳切祷告，他不仅祷告，他恳切祷告。所以你看到吗？第一个，如果我们的祷告要带有功效，第一个要像以利亚一样，他是义人，他专一的跟随啊这个神。所以义人是因为啊相信这独一的真神，就因信称义。今天我们一样，单单相信耶稣就因信称义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必要条件就是恳切祷告，不仅是祷告，是要恳切祷告。那什么叫恳切呢？用我们中文来讲就是热切的意思。来跟我讲，来，热切的心，对，热切的心。所以以利亚跟我们一样有个热切的心，他都是一样性情人，就代表他是血肉之躯，他需要吃，他需要喝，他需要睡，他有软弱，他有脾气啊，脾气，他有喜怒哀乐，有各样的缺点。他跟我跟你都是一样普通人，但是他的内心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充满了恳切，充满了热切。那个热切代表什么？就是温度的意思。他的祷告充满了火热，充满了热情，充满了迫切在当中，因为他所敬拜耶和华是烈火般的神，他所以他的祷告是有温度的，好像火在燃烧一样。他的祷告不是嘴巴出现声音，嘴巴有话语出来，或者这一句跟那一句有非常好的词藻在当中。弟兄姐妹，不是，他的祷告是态度的问题，他心中有个非常迫切的热情，迫切的态度在燃烧，那个热情让神能够垂听。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在世上的祷告的时候，也教导我们他的祷告其实都充满热情的。当耶稣在人生最后一夜的时候，他在客西马尼园整夜都祷告，祷告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说了三次一样的祷告。他的祷告说，主啊，若是可以的话，求你把这苦杯撤去，但是不要照我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他祷告三次，祷告的时候你看到多么热切，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汗流浃背，他的血液里面有那个血都流出来，他的汗水里面有血掺杂在中，滴在地上，那是不极大的祷啊，极迫切的祷告，看见才有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在当中。我们的祷告也是如此，就是在现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更是要举起那个热切祷告的手，热切祷告的声音，热切祷告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相信神不会推却我们祷告。最近我也说到科恩通印度科恩通牧师的传来的信息，他说请大家继续为了印度来祷告。印度现在的地方非常严峻啊，特别是在科恩通牧师他们所居住的那个地方，短短几天他有三个好朋友都过世了，而且一些他的这些认识的牧师神父也都过世了，许多的家庭失去了至亲，失去了爸爸妈妈，失去了自己的孩子，非常的痛苦，人们就开始一直在哭泣当中了。大家的祷告呢，每一天大概都是流泪祷告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科恩通牧师讲的热切祷告，他的心里面充满了难过，里面有充满很多的忧伤在当中，祷告呢泪汪汪了，像耶利米的祷告蒙神垂听。弟兄姐妹，请记得诗篇也曾经在51篇第17节告诉我们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神要的是忧伤痛悔的心，那个就是热切的祷告，像以利亚的祷告，像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愿神帮助我们，我每次祷告的时候要先
摸摸我们的心，我们的热度还在吗？我们的热气还在吗？还是我们成为一个只是声音在祷告，心中是非常冷淡，我们的眼里迟早非常美，里面是冰冷的。愿神帮助我们，祷告是从心发出的，不是从脑从头，不是从话，也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求神帮助我们回到起初爱主耶稣的心，爱灵魂的心，我们的祷告充满了温度，充满了热切，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火热的在当中。这样的祷告呢，是蒙神垂听的必要的条件。以利亚就这样热度，以利亚就这样热切真诚的祷告神。虽然他是一个人而已，他要面对有这么多的假先知，有这么多的这些假的这个神明在当中，但是他的热情呢，足以让神来垂听，整个国家就因为以利亚祷告翻转过来。所以第二个我们看见以利亚祷告是热切的祷告，那是指温度的意思。好，第三个，为什么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除了我们当学习以利亚专一专情专心，唯有耶和华是我的神，这是义人祷告。第二祷告是热切的祷告，火热在燃烧火热的不断的被圣灵所引导，火热来祷告，这样的祷告呢是蒙神垂听的。第三个必要的条件，他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攻读第十八节的地方，这边告诉我们，十七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弟兄姐妹，你看到吗？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似乎有两次的祷告，两度的祷告。第一度是他祷告的时候呢，雨就不降下来了。再来三年半之后又祷告，雨就下降了。这边告诉我们说，祷告呢是要持续性的。我们看到以利亚祷告大有功效，一祷告三年半就不下雨。其实是神感动以利亚说，你要起来祷告，让这个雨水不降下的时候，到处就困难重重，民不聊生，能够有机会引导以色列百姓离开了假神，回归真神。因为人在困境当中呢，就会来找神，人在困难重重的时候就需要神。就像今天一样啊，我们台湾这个时间是最好的黄金时间，人心惶惶，到处都害怕，人跟人接触也害怕。像我现在去楼下哪个东西，哇，那个店员送过来的东西呢，他说今天都不用盖章了，我就把你放在你信箱他就走人了，那也不用签了，那因为他怕我，我也怕他，人心惶惶。为什么呢？不晓得大家身上有没有病毒，人跟人之间好像就被隔绝了。弟兄姐妹，这是现在我们发生的事，我们怎么样面对呢？但是其实在以利亚的时候，人已经离开了真神，神非常的难过，因为以色列民是是亚伯兰的后裔，是神跟他们盟约的，但是他们却离弃了这盟约，去拜假神，伤了神的心。神为了让他们能够回转，就透过了这个好像苦难一样，这些灾难，这些荒年来到当中没有降雨啊，这个机会人才能够来到真神的面前。但是在心怀恶意的过程当中，人心要归向神不是那么快，就是在困难越来越难，越来越重，一直到人心看到真神，彰显真神的大能的时候，才愿意放下假的被欺骗被蒙蔽的情况，来归向真神。你知道吗？当以利亚开始筑起神的祭坛，开口来祷告的时候，果然神的火就降在神的祭坛当中，那些以色列百姓才认出原来以利亚所讲的是真的，他们才不会心怀恶意，放下一切，单单归向真神。今天台湾是最好的时机，你看到吗？西海岸的很多很多人在拜这个偶像，很多人在拜菩萨，很多人来崇拜这些，他们以为钻这个教下就能够蒙福啊，很多人就这样子跟随他来绕境来走路，你看到吗？付了很多代价，但是呢就是被蒙蔽。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这末后的世代当中，我们更是要祷告，让真神彰显他的真的大能跟性能在当中，让我们看见神的神性跟神的属性彰显在台湾人面前，使他们整批都来归向神，万人来归向神。
后来以利亚你看吗，他有第二次的祷告，当三年半之后神又感动他，你看赶快来祷告，让这个亚哈王知道我所讲的是真的，让他能够离弃偶像，离弃了这些拜巴利的假神。你看到吗？神就告诉他说，你现在祷告，一祷告呢马上就下雨。那以利亚就听上帝的话，被神引导到一个山上叫加密山。到了加密山呢，你知道吗，那山上看下去都是海洋，可以看到那个海在当中啊。你看到以利亚就开始祷告，他也吩咐他仆人说，有没有看见什么？也第一次说没有看见什么，他就再跪下来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完之后，就吩咐仆人，你赶快在山上再看，在山顶再看有没有看见什么。他说没有看见。一直到第七次的时候，仆人你到底有没有看见什么？你看到第七次，然后呢他才看见，哇，有了有了，在海的远处呢有一个巴掌大的云彩出现在海的当中。你看到吗？以利亚祷告几次？弟兄姐妹，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乃是七次。七次是代表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七次代表完整的意思，完全的意思，是不间断的意思，持续到底的意思，就是持续下去。所以你以利亚他的祷告蒙神垂听，就是耶稣所教我们的方式，就是门徒们祷告不可灰心，而且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祷告不要歇息，就是不住的祷告，就是不要停止祷告。以利亚他的蒙神垂听，因为他有不住祷告的特质在当中。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被称为君尊的祭司，就要起来祷告，祷告祷告再祷告，祷告祷告恒切祷告到底。我们相信云彩会来到的长大的云彩印证会来到的。你看到吗？果然一下子以利亚祷告到第七次，巴掌大的云彩从海上过来了，没多久你看到吗，大雨就下降，整个好雨就下降，降临在整个以色列地。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刚刚遇到的这个好像旱灾了，好多日子都没有下雨了，台湾的水库几乎都到底了，很多地方的那个土地都龟裂了。愿神帮助我们不要灰心，举起那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祷告，相信祷告的时候天就会开，祷告的时候不要灰心，神会垂听我们祷告。弟兄姐妹，你看到吗？不仅是以利亚会祷告，连圣经里面大概被神所用的很多改变那个世代、改变那个困境、改变那个艰难的，都有一个特质，就是这个不放弃的祷告。看看但以理，他也是先知，他被抓起来带到巴比伦去，但是当奴隶的时候，他一样一天三次祷告。一天三次祷告，朝向耶路撒冷，朝向他的圣殿，朝向他的国家，不住的向神祷告，神就垂听他祷告。而且但以理也曾经有21天的这样的祷告，他一祷告的时候，神早就差派天使来了，但是在空中有波斯的魔君拦阻但以理的祷告。后来这个波斯的魔君被打败，你看呢，天使就把祝福带下来了。愿神帮助我们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很多人看到有没有马上实现，我们就祷告，那如果没有实现，我们就灰心，就放着，甚至放弃了。弟兄姐妹，请记得属灵的征战是何等的真实，要打到底啊，要祷告到底，祷告到天降临为止，祷告到神的天国降临在我们当中。愿神帮助我们祷告继续下去，不要灰心祷告。那弟兄姐妹，我要鼓励大家，我们在这段期间我们可以做两件事，盼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回应好吗？包括个人，包括家庭，包括小组，包括分区，我们大家都一起来回应上帝给我们的职分跟呼召。这祷告是盼望大家都能够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我鼓励大家趁着很多的行业都停止营业了，上班上学好像都停下来了，我们在家日子变多了，请你记得不要老是守着电视看这些新闻，越看心越慌啊！你要每天善用时间，分别为圣，愿你为主耶稣腾出时间出来，每日一段时间
可能从十分钟，可能从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最后能够一个小时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他是施恩的神，既然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神就施恩。我们没有来到他面前，神的恩典就没有临到我们。所以我们要坦然无惧，要付上时间，付上心力，为了神的国的降临，来到神的宝座面前，花上时间，花上你的心力来为台湾守望祷告。我相信台湾借着疫情啊，会啊这个化咒诅变成祝福，因为这一切呢都关乎万民的灵魂。有人宣告说，台湾将有啊灵魂的大丰收，灵魂的大丰收，等于说教会要预备好，有灵魂，有万人要得救，要归向真神，认识真理。愿神帮助我，借这个疫情帮助我们，借这个苦难，更多人归向上帝。我们要相信你的祝福，弟兄姐妹，你的祷告神已经垂听，你跟你家一定会来得救，一定会侍奉耶和华，并且不仅你家，隔壁的家，我们华人的家，我们台湾人的家，我们的家族的家，都要归向真神，离开偶像。愿神祝福大家。第二件事情你可以做得到的，就是每个礼拜五晚上跟着小组员哦，先跟他们连线在一起，一起参加周五的连线祷告会，让祷告会呢成为防护网一样建立起来。你看最近你看到以巴战争，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战得非常厉害，那今天似乎暂时的停火了，一下子好像啊，会不会再继续打，我们不晓得，我们继续来啊，继续来观察，一起来祷告。你看到巴勒斯坦在打的时候，他们向以色列啊，一直射4000颗火箭呢、啊，射到以色列的啊这个领空当中。但是感谢赞美神，以色列早就知道他们会射啊这个啊这个仇敌会射过来，他们早就建立一个防护网啊，就是飞弹 missile 我们那个防护网在当中。你看到吗？对方射这些火箭过来的时候，你看以色列就射上火箭呢、啊，去空中拦截。弟兄姐妹，而且这些飞弹就没有啊，这个火箭就没有掉在以色列领空，有几颗有掉下来，但是 90% 多都被拦下来的，所以居民呢还有损失，财务损失伤亡降到非常的低。我当我在看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上帝很清楚告诉我们，你要记得我们祷告不是跟那些看得到血气征战，那是看不到的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当你我在不同的、啊、地区，不同的社区，在台中的各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的时候，就会建立属灵的防护网，属灵的火箭就能够建立起来。当仇敌射线火箭，从魔鬼撒旦射来的火箭的时候，我们早就连线起来，防护网呢，那个属灵的火啊，这个 missile 火箭就会变成啊这个防护网，拦阻所有恶者射来的火箭，使我们都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看得到的是从看不到而来，你看得到的呢都是从看不到而来，所以看不到影响看得到的。我们要举起了看不到的属灵征战的祷告，我们要起来祷告，相信我们台湾能够得着神的保护。愿神祝福大家，你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你的祷告像防护网，能够防守台湾的领空。来彼此说，来，我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我们的祷告是防护网。神祝福大家。结论来说，我们都是跟以利亚一样性情的普通人，但感谢赞美神，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我们勇敢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要为台湾祷告，为着这个降雨来祷告，为了这个疫情来祷告，为了各行各业来祷告，为了文武百官，为政府官员部长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只要记得刚我们祷告的以利亚有什么样的心智。第一个，专一的心智，我们效法以利亚，耶和华是我唯一的真神，耶和华就是我的神。专一说，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真神。第二个，热切的心来祷告，你的心要有温度，要有热情，要有热度在燃烧，有泪水从我们心中发出，为万民得救来祷告，为了这些在病情当中，在医院当中的这些病人来祷告，使他们都遇见耶稣。第三个，请大家记得，不要停止祷告的心，祷告不可灰心，祷告呢，要不住的祷告，代表说要祷告到看见果下来到巴掌大的云彩降在台湾，所以我们看见台湾一定会从困境转向
这个神所祝福的这个境界当中，危机可以变成转机，神迹会来到我们当中。只要我们祷告，雨水就会降临，甘霖会来到，而且有数年雨水会降临在这个土地，相信丰收就会来到，会万人得救，而且明白正道。谢谢耶稣，好不好？现在每个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们拿起我们祷告的权柄，举起你祷告的手来，首先跟我一起来复诵，我们大声来回应这个上帝给我们呼召。来，我祷告一次，你跟我祷告。来，亲爱的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愿意举起我的双手，效法以利亚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我唯一的真神，是我唯一敬拜信靠的真神。我愿意在这个困难重重的时代，举起祷告圣洁的双手，现在求你来充满我，点燃我有一颗祷告的热情，来照亮这黑暗的时代。好，我们开上来祷告。来，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神帮助我们的祷告变成爱网重重，防护网重重，让台湾能够有更多人起来做祷告的时候，要奉耶稣们祷告的时候，这个苦难就过去，这个不安就过去，这灾难就过去，这死亡就过去，疾病就过去。我们也奉耶稣们宝血遮盖整个台湾，也遮盖整个大地，也遮盖弟兄姐妹的家庭，遮盖弟兄姐妹的工作，遮盖他们的双手，遮盖他们的全人，遮盖他们父母，遮盖他们儿女，就像当年在这个出埃及记所讲的第十灾一样，有羔羊的血淋到那一户家，那个家的门框门楣抹了信心羔羊的宝血，相信这个宝血就产生极大的功效，所有的疾病就越过去，所有的灾难就越过去，所有的咒诅就越过去。谢谢主耶稣这么爱我们，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刚刚我们听到圣经的教导，我们要努力的祷告。我们今天开始有不同的方式在线上一起祷告，我相信上帝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是不受限的，我们相信上帝的上帝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不仅在地上，空中一样有能力。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始用空中的方式与主连接在一起，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在家庭，在客厅，你的祷告一样大有能力。我们下时间就交给我们婉容传道来带领大家一起在空中祷告。哈利路亚。好，那我们所有的全职同工，我们跟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跟他挥挥手，欢迎大家一起进平安，欢迎平安，欢迎你们。好，那我们知道从四月开始有第一起机师染疫嘛，那在这一个月以来这个风暴持续的扩大，特别在这六天每一天都有上百人的确诊。那我们相信啊，在面对疫情凶猛的时候，当我们恐惧的时候，我们就中了仇敌的诡计。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用祷告来抵挡属灵的攻击。所以呢，我们要确信神比病毒更有能力。阿们吗？阿们。也我们的神比任何的邪灵更强大，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起来大声赞美，我们火力全开了来祷告，我们来捆绑这疫情，我们求神来释放平安跟健康。我相信教会兴起祷告的时候，疫情就会止住。好，那所以待会我们要开始来祷告。那首先我们要祷告的，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连结于神，让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是可以有信心的，是属神的信心来在这一场疫情当中与神同工。那我们就请通远传道来带着大家一起祷告。好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保守我们的心，因为圣经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如果我们因为这个疫情的消息媒体所报道的，包括我们看到这社会上所有的现象，我们心里面就充满担心，我们很容易就会失去信心。我们来为着我们的心，我们把手放在我们的心上，为着我们的心来祷告，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更新我们，用他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意念，
也来赐给我们信心，我们开声来为着我们的心来祷告起来。阿门。主啊，谢谢你，我们献上感恩，主啊，我们就来到你帮助我们，你所赐的保守界的保守，知道抓住刚强的爱心，然后宣告主，你要在这边来，我们宣告主，你帮助我们的心会转向你，我们在天上过下去，不再担忧，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我真知道，你打钱，是你在台湾掌权，宣告主，你的疫情管理，也求你在那边为我祷告，让那个平安进到我的里面，我不恐惧害怕，因为我真知道耶稣你与我同在。谢谢你，我们真知道主啊，谢谢你，然后真我们全要单单的信实的，就谢谢你，哈利路亚，赞美你，用耶稣的宝血帮助我们洁净我们，使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就得洁净了。主我们谢谢你，阿门。名求主耶稣的宝血。现在就洁净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洁净我们的眼，洁净我们的耳，洁净我们的口。主啊，使我们说出信心的话语，使我们看神的话语就有信心。主啊，使我们听见神的道，因为你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语来的，以至于我们就能够靠着主的话语刚强壮胆。谢谢主，我们领受信心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的心是要他的每一个儿女都得福的。那我们知道这个疫情呢，神显明了台湾整个属灵的气氛，属灵的氛围，神将这一切隐藏的事显明出来。那我们是神国祭司、神国的祭司，我们需要来堵住这个破口，我们要宣告神的荣耀、神的同在要降临。好，那这部分我们就请雅琳来带着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还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在洪水泛滥之时，你仍然作主为王。阿门。主你是全能全知全在的独一真神，我们宣告你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所有万物的永生神。哈利路亚。阿门。是，和你的荣耀和你奇妙的作为的当中，主我们知道你是做新事的神。主我们为着这个疫情，主我们也 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身上有很多不属神的一个这些不好的东西都要因此而震动掉，我们单单神你的一个荣耀，你的应许。主啊，感谢主，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恢复我们跟你的关系，主你恢复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家人的关系的和好。主啊，更多要仰望你的一个应许，我们为着更多仰望你的一个荣耀。主啊，赞美主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惧怕，我们也不惊惶，我们单单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是不撇弃我们也不丢弃我们的神。主啊，让我们更多的赞美，更多的一个祷告，我们更多的经历你信实的同在。来自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们知道在这个疫情期间所冲击的就是各行各业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听到许多的商家暂停营业，甚至是失业的。那造成了许多的家庭经济的危机。那我们特别需要迫切的为这个部分来祷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来交给同源传道。是的，弟兄姐妹，我想上帝特别的一起的动荡，我们也求主帮助来转向神，因为当我们耶稣对我们说了，他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东西我们所需用的，不管在经济上、公益上，他要加给我们，一起不要为民而忧虑，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来同声开口，来为着我们自己跟神的连结祷告之外，我们也来祝福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那些不论是业务的，不论是商家，我们奉耶稣名来祝福他们，都以基督为主，都要先求神的国。我们就祝福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这疫情当中丰盛有余。我们开声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奉主耶稣的名，主啊，我们奉主耶稣的名，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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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主耶
心，我们在这次安歇的水源，我们躺卧在浅草地上，主你是带领我们的，主我们只需要信靠你，拿出信心跟信心，你是我们的天父，你是我们的天父，你帮助我们，你透过通道文告诉我们，有教的一些事，是吧？你会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你是他们来跟讲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是你的儿女，在这个中会蒙恩得恩宠的儿女。是被祝福的儿女，也是我们献上感恩，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神，主啊，宣告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在中间，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度过这样每一个人的心，来到你面前，求主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主啊，我们单单侍奉你，单单敬拜你。主啊，我们为着主啊弟兄姐妹在经济上面，主要在收入上面的需要，我们迫切祷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宣告，当我们心转向你的时候，天父，你要向我们扬起脸来，光照我们，并且主啊，你要赐下你够用因为耶和华就说弟兄姐妹。因为必不致缺乏，以至于丰富，转给家人好的关系，领受从主来丰盛的生命。阿门。主就能明祷告。阿门。阿门。阿门。我们相信神是会做新事的。那特别在这一段期间呢，第一线的医疗人员是格外的不容易。好，那我们看见他们真的是无畏惧的冲锋陷阵去抗疫。好，那我们就也接下来我们必须要为着这个第一线的医疗，我们来祷告。好，不管是在全台的资源，医疗资源的分配，或者是医护人员的健康啦、体力啦，在他们里面的这些心理压力，我相信这是我们没有办法体会的，但是这一位全能的神他是明白的。那相信透过我们的祷告，我们用手来托住他们，那求神来帮助他们。那这部分我们就请聪哥来带着大家一起来祷告。这个我们上帝的话，他说他是那个疲乏，他是能力，软弱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Amen。 所以我们为我们这些医疗人员，不管他们是在防疫的线上，或者是谢谢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主，我们要特别为你，要人员的保险涂抹遮盖他们，保护他们，们按着神你赐给他们的智慧与智慧，在医疗线上来帮助这一些主人的确诊的病患，这些正在快筛的，在信里面。来帮助他们，他们的心的压力，我们先知道主与我们同在，祝我们哈利路亚，祝我们赞美你，让他们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内心的压力，谢谢耶稣，耶稣，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六天前从180位到昨天，我们都是在上百位里面嘛。那我们相信这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隐藏的，那有一些尚未筛检出来的患者，他可能都会成为一个新的传播链。那所以我们就需要求神在这个过程来帮助我们，让台湾可以快速的来取得疫苗，让台湾的接种率可以提升的。那也求神来帮助台湾的众百姓啊，不再惧怕新冠病毒。好，那这部分我们就请全新传道来带着我们一起祷告。
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用担心哈。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平均就是每天大概有280例的本土的一个确诊，那实际上可能还有更多现在正在筛检当中，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说仰望十架的就必得救。好嘞，允许神，允许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允许全地正在经历这样一个事情，更是要神的百姓选择转向这个十字架，就是主耶稣。我们靠着这十字架，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得医治的，好吗？开口，我们为这些确诊的，还有正在这个快筛中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他们可以领受神的医治。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我们真知道主啊，你带领我们，又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真是信靠主，真知道我们仰望十架的，我们就能够得救了。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能够安静下。特别奉主的名，要祝福那些正在疾病当中的部分的医生，让我百姓真知道，医治他们，别伤心。我们承受刑罚，他们有平安。耶稣，我们献上感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带着主的这堂会，让你来掌权，做王，帮助台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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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的保护，让我们在前方服事的这第一线的人员，他们心里面是有安稳的，因为他真知道有疫苗，有神的能力与他们同在。主啊，我们也相信，主啊，你要赐给我们的政府有一个柔软，有一个柔软，如同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的这样子的外交手腕，让他们与这三家的疫苗公司在洽谈的过程之中，主不只是500万剂的莫德纳要进来，主，我们要宣告台湾的全民都要有疫苗，因为我们是属神的百姓。耶稣，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主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弟兄姐妹，神真的在做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哦。透过疫情的影响，那神似乎也把教育权转向家庭。那我们看见全国停课不停学，那各级学校就开始采线上教学。听说最近啊，卖场的笔电啦、镜头啦、耳机啊，突然间大缺货。好，那面对这样的冲突，面对这样的改变，家长他的在他的一个里面，我相信是有不少的挑战的。那包括这些老师也是哦。听说老师光点名就花了30分钟的时间。目前大家都还在习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部分呢，我们就请建行来带着大家祷告。因为在丰富教会，我们也有小贡丸，也有这样的自学。那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自学环境里，他们是喜乐的他们是非常喜欢连结在一起的。那我们就请建行来带着我们祷告。好，首先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神哈，在这个疫情的期间，让每一个学生，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回到家里面，能够跟家人在一起，能够跟父母在一起。哦，主啊，也求你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情况下，你也能够让每一个家长能够因着耶稣，因着耶稣的爱，能够来特别恩待这些家长跟在家里学习的孩子，赐下平安给他们，赐下那个平静安稳的心给他们，帮助他们在家里面能够有一个好好的学习的心情。哦，主啊，我们一起来向你献上感恩，也向你献上祷告。谢谢耶稣，哈利路亚，耶稣，谢谢我们一起来开口，对对对，主啊，感谢你，谢谢爸爸这个家。在家里面自学，哦，主啊，也求你特别来保护他们，因为他们现在在家里学习，他们很大量的在使用这些3C的产品，他们很大量的在使用这些这些电视荧幕跟电脑。哦，主啊，也求你特别来恩待他们，赐福给他们，保护他们，在他们的学习的过程里面，身心灵都能够健康，也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保护他们的眼睛。哦，主啊，让他们的眼睛视力都不会因为这些使用过多的3C而导致他们的视力减退。主啊，我们一起来向你献上感恩。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主啊，你来保守我们小孩子的，让他们在家里学习，祝福我们孩子的眼睛，到这些建的过程当中，这些一步的伤害，主的名，主啊，你让我们孩子的眼睛能够不适应，对孩子能够眼睛能够健康的视力，能够恢复起来，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孩子的眼睛，我们在这个线上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也学习保护自己，也学习保护孩子，我们在这个线上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也学习保护自己，也求你来帮助每一个孩子眼睛。疲累的时候，他们知道如何来休息，来反应。我们赞美你，主，谢谢你，主，你也帮助我们小孩子受到这个网络的治理，变得会有网络成瘾的问题。我们线上感恩，谢谢。关系当中更多的谢谢主耶稣，我们来祝福孩子们在家里面的学习是被你圣灵所充满的。阿门，阿门，阿门。好，接下来我们来为着我们的。这些求主赐下那些智慧跟耐心给我们所有的在家教育的
父母啊，因为孩子因为疫情都已经都在家学习了，也求主赐下那智慧跟耐心给这些父母，柔软这些父母的心，就像看待他们这些孩子像刚出生的婴孩一样，陪伴在家里面的时候，让他们的亲子关系变得更好，让他们的那亲子关系能够恢复到原本的样式。那我们一起来跟主为他们来祝福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的家里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这些亲子关系是更靠近的。赐下的耐心，大学知道，当我们那个孩子的心的这个转向的时候，你的爱让我们中间还能亲子，我过去。与孩子中间这种关系，求主透过这一段时间来帮助我们，那份耐心的照顾，一个家长一个耐心，一个爱心，还有温柔的心，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忍耐，都回到家里面，看我们的孩子在家里面学习了，来节制我们的脾气，来帮助我们每个家长学习，让我们家长的身量能够成长起来，陪伴孩子，是我们献上感恩，能够有智慧，有耐心。让这个家庭关系不会因为在家自学或自学在家，他们的关系有破裂。所以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是吧？我们谢谢你，你经常说我的心平静安稳，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啊，在我里面，正像断过奶的孩子。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你里面平静安稳。无论是我们是在家自学或自学在家，我们都能够让这些父母的心平静安稳，就如同断过奶的孩子。感谢主，阿门，阿门，阿门。弟兄姐妹，我们过去我们每一家都各忙各的，好，那因为居家检疫的关系，孩子们回来了，那夫妻之间也更多的时间相处了。那我们也知道在这过程当中，要再回到一个相处里面，好像似乎感受到家庭的一些张力，不管是夫妻的关系啦，或者是亲子之间的关系。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夫妇教会的属灵妈妈也来祝福我们弟兄姐妹的家庭，不管是在夫妻的关系上啊，在亲子的关系上，真的求神的手来托住，神的爱来充满，让神的爱来帮助每一对夫妻能够再回到起初的爱。那我们就把时间我们交给师母。好的，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我们来祝福我们自己的家，祝福我们每一对夫妻的关系，不论是对上我们与父母的关系，不论对下我们与儿女的关系，或者是平行的我们夫妻彼此的关系，我们相信耶稣都在我们的家里面，他成为我们的一家之主，耶稣的爱，他的平安，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和睦同居的喜乐，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献上感恩，主啊，你的爱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家的中间，这爱能够算是主从你而来的爱，基督的爱来帮助我们，我们把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过程中不会因为相处时间要摩擦更多的争吵，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在这样子的过程之中，学习能够彼此相爱，不可以为着我们所爱的自己，把这样一个实际的生命赏赐给我们，夫妻的关系首先转向，我们的孩子也看到我们一个好的一个榜样，向你求。我们过去有很多不好的行为模式，就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丈夫妻子舍命，你来帮助我们，是我们献上感恩，哈利路亚。主啊，愿你施恩，来天父，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总是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愿你，我虽然外面因为疫情的关系，情势是如此的紧张，让人担忧害怕。主，但是我们也谢谢你，因为如此的原因，主，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归到家庭。主啊，我们求你就是我们要宣告承认。耶稣，你就是我们一家之主，主啊，你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你来掌权居首位，主啊，特别在这段日子里面，主啊，全家人都回到家庭当中，耶稣啊，你赐下这样子一个同居和睦同居的喜乐在每一个家庭里面，主，你也引领我们，主啊，在这世代
主啊，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主啊，你帮助每一个家，我们当父母的，我们都能够成为属灵的好榜样。主啊，你祝福每一个当儿女的，主啊，他们有一个顺从的心，主啊，他们有一个可听的耳，一个顺服的心。主啊，是的，你祝福我们在家里的这一段时间。主啊，是的，让我们可以一起来高举耶稣基督，赞美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不仅是为着台湾，不仅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我们也要看重神所看重的。特别最近在以色列跟巴基斯坦的冲突是不断的。那我们知道巴勒斯坦民兵向以色列发射了数以千计的火箭弹，那以色列则对加沙进行多次的猛烈攻击那从截至5月17日大概已经超过200人死亡了。那我们相信这两国背后的冲突是百年的恩怨那神要我们为耶路撒冷求平安那不仅为耶路撒冷，神也希望，神也盼望我们可以为两地的人民安全跟平安来祷告那这部分我们就请春红传道来带着大家一起来守望，一起来祷告。好，我们看到新闻上面这些激烈的战斗当然我们要小心，就是说我们可能在怜悯任何一方的时候都会错看了这整个局势产生的冲突重点也不在也不是只单单哈马斯发射这些3000多发的火箭这里面其实最大的争议就是巴勒斯坦复国主义者他底下有非常多的组织，哈马斯是其中最激烈的。那主要是复国组织，他们不仅要加沙走廊，他们要耶路撒冷城，所以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冲突所以仇敌就是要透过人之间的这种增进比较，或者是抢夺，或者是加上这些伊斯兰跟犹太教之间的冲突，让整个局势复杂化，而且变成了人跟人之间互相凶杀跟这些伤害。那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因为诗篇上就告诉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要为爱神的人求平安。所以当我们为这个耶路撒冷祷告的时候，我们先来为一件事情祷告求神来帮助这地的人，因为在各种宗教意识形态或国家意识形态里面是没有办法和解的，是没有办法合一的，唯有进到神的教会里面，只有教会能够跨种族、跨文化、跨世代、跨这些语言，能够进到合一里面。所以我们先为耶路撒冷、为以色列或巴勒斯坦当中的基督徒来祷告，求神来复兴他们，求神帮助他们勇敢的传福音。只有更多人进到教会，进到这个福音里面，合一才有可能，和解才有可能，和平才有可能，好吧？我们先为以色列当中的基督徒，为巴勒斯坦当中的基督徒祷告，让他们开始起来勇敢的传福音，才能够解决那个以巴的冲突。我们开口来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为着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当中这属神的百姓，特别神你所拣选的百姓，特别他们来祝福，引导他们，主啊，就像在使徒行传里面，主说你如何引导使徒们，把这样子的一个权柄呢？感动放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里面的那些属神的儿子，这些基督徒，对吧？勇敢传耶稣，耶稣，耶稣进入到那个，才能解决那个地方的纷争与战争。主啊，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当我们的福音，当我们勇敢为主做见证，福音进入到那地的时候，拯救会有平安，耶路撒冷平安，以色列平安，全地都平安。所以赞美你，哈利路亚！化解他们当中的。我们相信你听教会的祷告，主要特别深啊。我们知道只有在教会里面人才能够真正的进到合一，进到和平相处、彼此相爱的里面。仇敌玩弄这中东地区人心的时候，求神赐给他们的心能够分别出来，特别为基督徒来祷告，不管是以色列当中的基督徒，为巴勒斯坦当中的基督徒，都求神赐给他们刚强壮胆的心，赶快在这个时刻在他们身边向他们传福音，能够
够化解这些数百年来的冲突，能够化解这一个 无法解怨的事情。所以我们求神在这当中掌权，求神在这当中赐福给这两边啊，他们两个族群当中的基督徒。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阿门。现在也会。在这个冲突当中，全世界都站在不同的立场，也都在互相攻击。我们求神来带领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来保守人的心思意念，不要中了仇敌的诡计，互咬互吞，也不是利用这些政治手段或者是利益的协商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我们相信只有回到神的面前，神这耶路撒冷不是不单是以色列的，也不单是巴勒斯坦的，这是神的。所以我们求神来祝福在这整个中东地方回归到神的面前，回归到神的心意里面。好吧，我们在这当中特别为列国在这当中去抵挡耶和华的事情，我们求神来唤醒每一个人的心，唤醒每一个人的灵，要对向耶稣基督。我们开口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要为着全地列国来祷告，争斗的时刻，求神来明记，让人不再掉入这个邪恶里面。耶稣下注，别头顶不再引诱我们在面对到耶路撒冷被攻击的里面，撒冷跟这个巨大将士的一个战争的里面，我们的心能够一同来到。有着重组而来的这个强度，而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心智来做任何的计谋。我们相信一件事情，主啊，耶路撒冷是属你的，神的城，主啊，以色列是被你所拣选的，你要保护以色列，保护耶路撒冷，是你的心意。求你把这样子平安的意念赏赐给万国万邦，让他们真知道耶路撒冷、以色列是属神的。透过政治的协商，是透过利益的协商，是透过宗教的协商。赞美耶稣，看到了这里，平安。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为中东的和平向你祷告。我相信你垂听教会的祷告，你也赐给教会的权柄。我们感谢你。我们为这地祷告的时候，求神就是引导不管是在以色列或巴勒斯坦当中，或者世界的列国，要转向耶和华。主啊，让所有人都知道，主啊，这地这全地都是属神，属神的。主啊，让恶者放在我们当中，那一切的抢夺，那一切的增进，那一切的比较、嫉妒跟纷争，都离开人的当中。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眼光。主啊，以你也指示仇敌利用人的嘴口舌发出这些论断、这些增进的主啊，我们宣告这些拦阻人认识神的各样的计谋、伤害人的各样的计谋，都要被止息，都要被止息。我们宣告，主啊，当我们转向天父的时候，所有人都转向天父的时候，和平必会来到。我们为中东、为以色列求平安，宣告你的主权，宣告你的赐福，宣告你的带领，仍然要领导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当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时候，我相信神要来祝福我们每一个爱祷告的人。虽然在这样的疫情期间，各行各业受到冲击，不管是服务业啦、交通业等等的，那会影响我们的收入，影响我们经济。那我们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是危机，也是转机。好，那在创世纪神有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父必帮助我们，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来赐给我们。好，那最后我们就要请牧师来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来祝福祷告。我们相信透过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来领受神要将天上的福倾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阿们。好，我们把手举起来，每个人都领受天上来的祝福。唯有神的祝福是充满荣耀的，不会带上任何忧虑的。
好吧，我们同声来祷告，再来最后一道祝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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